SPM Sejara 泄题了怎么办？超多人在网络疯传，就是说今年的 SPM Sejara 竟然泄题了，会不会重考啊？我要不要考多一次啊？还是会很容易拿到 A？ 到底怎么样呢？各位同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几乎每一年啊的 SPM 都有人说，有人播错，有人作弊，有人偷题，有人泄题。在老师那一年呢，也是有人说呢，就是这个英文考卷被泄题，然后在这个教育局也是闹到沸沸扬扬的。我不能100%确定，可是呢，以我的经验来说，每一年都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政府也不会花很大的这个钱再重新让全世界重新考过的。所以呢，结论就是说就是这样咯，他们改完你考卷就这样还给你，就基本上是这样，是不会有重考，也没有什么 grade 跌下来这种事情没有。因为每一年几乎都有疯传这种什么 virtual 的东西啊，是真是假 Alan 老师不敢讲，可是我告诉你我觉得重考的几率是很小的咯。